士路线哎、欸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就是 CTE 是很拥挤的、嗯，本来已经很多车了，然后又有二十多条巴士线。那如果呢有了这个 North South Corridor 的话呢，就可以分支出来嘛，那个拥挤的状况就比较好一些了。什么时候建好嘞？哇！